玲是我接触舞台的第一个阶段，就在我纽约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遇到了波兰籍的戏剧大师 Jerzy Gutowski。 那在加州跟他整整工作了一整年，在那里是一个很大的棒喝。这样带领优剧场之后，到第五年的时候，黄志群来到这个团体，而他就对我们说，先打坐再打鼓，将内心安静下来，而从这个地方再长出一个新的艺术语言。老爸是一个在军中工作，可是呢他在军中服务的是康乐官，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我们带到舞台上面去跟着他，然后安排我们在台上唱歌或者是跳舞。所以到兰陵的时候呢，因为一群朋友们喜欢看电影，那最后大家组成了一个剧团。而是我当我踏上舞台的那个时候，那个内心其实是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就是我上了台反而觉得像回了家一样。那时候刘敬敏还是一个电影演员，那也兼在儿童室里面主持一个小型的儿童节目，这样来赚钱。啊，但是只要我们兰陵一有戏演出，他就完全把所有的工作喊停，就过来了。我今年已经20岁了。眼前的是不悦的真实，而不悦本质的美。当时的几个好朋友，像金世杰、卓明，还有杜可风、黄成晃这些人，怎么这些人这么会演戏啊？这个演戏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还要继续研究，我总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所以也在演完合珠的时候呢，我心中其实就下了一个决定，我想出国去研究表演，我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做研究。那刘敬敏就在肢体语言方面特别的好，就是所有的女性当中她的肢体语言是没有话说的。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求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找到一个他可以热情加上技能可以结合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呢，后来他就是往肢体方面去发展，从戏剧方面发展，就到了纽约大学。那时候刘敬敏跟陈伟成他们是在 NYU 学戏剧，那时候刚好遇到 Gortowski 在那边有工作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的机会进入了那个工作坊的训练之后，学到了一个他是一个比较扎实的这个演员训练，是一个运用身体如何协助自己将内在的一个有机的一种动力引发出来的训练方法。那他的训练方法很多，那当然最多的主要是跟原生态民族相关的，从他们的一个仪式性的歌舞，还有一些跟像土地跟自然有关的身体的训练，而带起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放下自我，而让你自己随着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力量，而能够引发你自己内在的那种有机的律动。Grotowski 的那个品种的剧场，其实就是演员，你什么元素都可以不要，就其实就是演员跟观众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哈。那这个演员在舞台上面就是一个肢体或者互动的素材，那么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把过去的那个肢体的喜欢跟重视也就更大的延伸。我刚好那时候准备要做九歌这样的一个音乐剧，所以就请他们两个回来帮我们训练这 Gortowski 这套的演员的训练方法，那个身体的训练是非常 heavy 非常有效的，那我觉得那个收获很多。我觉得这个训练最大的好处，它把你放大到无限的大之后，所以你当你再把它收敛回来，那你在舞台上你就可以很细致的经营很多的这个 detail 的一个每一个动作的 process 都可以掌握得很好，因为你有那个意识的成分跟你身体的一个非常自由的部分，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之后，它变成是一个同一体或者是陪同体这样。所以 Gortowski 的演员，他可以自己表演得很好，自己自发得很好，可以变成是自导自演。所以你说 Poor Theater 贫穷剧场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能，
除了是所有东西都不要的话，演员的身体最重要。可是最主要是这个演员可以自编自导自演，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那台湾后来的小剧场，也是因为他带进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整个有很多的改变。葛超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导师，因为有一次在他看了我们做的创作之后，他跟我说，从你创作的方式看起来你是一个西化的中国人，所以这句话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我说这个里面所涵盖的意思，我一定丢掉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我是带着这句话的警惕而回到台湾的，所以我就决定从古老的传统的仪式性的比较老人家的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去开始做，去对台湾的这些文化现象做接触。尤其像白沙屯妈祖的走路进香，真的是很难忘怀的一种非常精彩的台湾的民间活动。我觉得它有某种东西像当时在 Gutowski 那边的一种如何去引发你内在的有机原动力，这样的一个元素是存在的。当然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第三个阶段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因为我们要学习在古老的里面的一项技艺，就是传统的尸骨。那台北有个年轻人这个传统的尸骨打得非常好的，就是黄志群。所以当我们跟他说我们想请他来教我们传统的尸骨，为了我们要寻找这个古老的力量，那他就说其实他最喜欢的还是打鼓。他就说好，所以这个很单纯的一棒一棒的敲击，他将我在兰陵时代的艺术好这个记忆，和我在 Gutowski 那个地方的这个你如何去了解自己生命的内在的这个方向的事情，等于两件事情就在这个一棒一棒，我透过艺术的一个表达而将内心安静下来，两个事情在这个地方合起来。天外之星是在那个亚威龙1998去演出的时候，世界报的标题就是说是今年的亚威龙最好的节目。那个天外之星呢，有一段是流水，原来是她怀孕了，那她老公就看那个刘敬明拼命三两一直在打，她很累，她就很怕说会不会流产。那有一天她老公就把头放在她的肚子上面，她在听的时候，原来那里面的像流水一样的小孩在那里是非常安稳，是他就放心了。所以那一个流水是最有能感动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故事。我觉得他是利用这个吉乐的声音做了各种的变化，然后去架构成一场演出。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让观众看到了吉乐跟我们讲一个鼓好了，它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它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他们都把它挖掘出来，那让观众可以听到说，哎，原来鼓可以这么的细腻，然后鼓不是只能敲得很大声，鼓它也有非常优美的时候。那优它用鼓来做这个从极弱到极强，好，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组合，它其实是在用鼓的声音做一个起承转合的一个架构。
在这方面他们应该算是可以说做得非常成功。我觉得我们的团员啊，站在舞台上那种内心的那种坚定感，可那种坚定不是僵硬的，它是一种放松跟警醒的状态，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他站起来就是好像一个人就孤零零的站在台上，那个站是有力量的，会让人觉得说他背后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好像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训练，很大的一个东西在支撑它，所以它散发出来的力量是让人饱满的。我们在每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只专注于脚下这一步，那我自己也一直认为如果我们把脚下的这一步踩好了，下一步就会出现。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基础观念，这观念来自于寻找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表演者。这个真正的表演者其实不是从外面技术所累积而成的，而是必须从内在的心灵去开发而完成一个真正在舞台上是存活在当下的表演者。其实回归过来很简单，是做好你自己，醒觉你自己，看清你自己。在做任何的表演的动作的时候，他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活在当下，每一场演出就是生命的真实时刻而已。刚开始就觉得说哇，一切很梦幻啊，有点像杨过跟小龙女躲在山上练功嘛。然后后来就是等到真的自己把马步站下去之后哦，就发现代志不是戆人想和你简单，就是你要自己流汗，然后自己付出，然后你才能够享受到那种下山的时候那种微风吹来的凉爽。可是我觉得这个生活就一天一天一天累积下来之后，你会开始感觉到说哦，什么东西是很真实的，就渐渐的你会开始认同自己的生活。在山上练功其实它是跟在都市水泥钢筋里练功不一样。为什么我觉得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很直接的，就在这个自然环境里头，所以这个风声、雨声或是大太阳，其实是很直接的就在我们身上。那我在这个环境下学习到的顺服，然后我在长出来给我的力量，我觉得在舞台上我就很直接的呈现出来。我觉得会有一个力量是可以看着自己的那个转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变，外面看我们好像以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山上做着同样的事，可是当你是亲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它还是一直有一些变化，不管外界，不管你自己的内在的，一直有一些变化。那你怎么面对那个变化？有时候那个变化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还是可以去面对它。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都有这个需要，就像说你今天再看一个多么欢乐的东西，多么怎么样讨好你，就像说你今天也会有一些欲望嘛，你出去买东西吧，好，你 shopping 你怎么样，可是你总有那个安静的时候，你总有在某个刹那之间你突然觉得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你内在的那个孤独，你靠什么？你不能一直靠买东西，你不能一直靠朋友，你不能一直靠这些愉快的外在的事情让你自己感觉你存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时候他看见他自己的孤独，而看见内在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使他觉得他有一个东西他也想要去找。他相信自我生命的锻炼
跟他的这个所谓叫艺术的知能的学习应该合二为一嘛。那你就看出这两条线，其实从他在南宁的时候已经看到他在走，只是到今天寻走了那么多路，这两个才综合在一起。所以你就常常看到不同的生命故事跟他的艺术的发展一直有了交叉，那产生很多的创意出来。这几年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改变，我想就是加入了钢琴这个不可思议的乐器。这个其实老实说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因为其实像我这样看了优那么多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在优的作品里面出现一台大钢琴哦。那钢琴这个声音的质地质感又跟他们的鼓是这么的不一样，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然后反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艺术的一个风景。如果你要我选属于台湾人的声音，我想优一定会被我选上。就击鼓也好，或者是他后来有加了一些丝竹乐器在里头也好，这些作品对我来说是很独特的，很独一无二的。我不能讲说全世界只有他们将鼓跟丝竹乐器结合在一起，一定很多人做这样子的结合，可是结合之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想优所呈现的艺术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年是优二十周年，那我们就利用这个二十周年的庆祝，想说绕台湾一圈，也是走了1200公里，那从东部走到西部，回到我们自己木栅的老泉山。虽然是说我们群体一直来走，可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的功课，每个人在他心中都有一个孤独的空间，要去完成这个走路这样子。我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台湾的声音非常的丰富。在追日一样，昼雨烈阳。幼剧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从生活的感受、生活的感动跟生活的环境当中截取这些创作的能量，而创作出了一出出的作品。你看见这些人在每一次云脚台湾之后，看见他们在那个山上一天一天的待下来之后，这些人他们的内在的力量在蜕变，而他们的表演的能力同时在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你看见他从他的心里面产生对于事情的表达的状态的清楚自在，而就什么精准放松，而他就随心所欲。我觉得我们是每一场都在进步，好像有一个深度一直在出来。中国人说一套拳你打了一年跟打了10年之后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同一套拳。这个打鼓也是一样，打了一场跟打了30场同样一套鼓，给他的感觉跟那个力量是不同的。
创作的作品跟我们的生命的内在的道路息息相关的一起在走，而我也知道这个作品虽然演完了，可是你内在的路还在走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会对它做修改，这个修改其实它等于是你下一个阶段的明白，而你又再给你自己另外一个棒喝，而你就丢掉你前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是一直丢掉作品而在做作品的人，而且我们也是就只做那一个作品。禅悟不二要找的，金刚心要找的，听海之心里面它的源头触及下去要去找的，到最后空灵山峰那么想要去传递的，都还是当初在 Gutowski 那个地方。在那里你在山林中奔跑，而你看到你自己那个孤独的那个东西里面，你有一个力量，你相信你有，而你也知道它存在。它就是你心中想要去弄明白的那件事，你就是千变万化弄来弄去都只为了弄清楚那一件事。所以这就是幽人的道路。我们今天的一个国家第十二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刘若雨刘老师，从早期的一个舞台剧《何之心配》，到后来到出国留学，然后回到再回归到所谓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乐器的一个结合。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他除了舞台剧、现代舞，包括中国传统这些乐器，那之间的一个表演，那一动一静之间做某种程度的一个交换，那的确在的跟日本那幽人神谷当然是不大一样的。那我想今天那蛮高兴的，请他来替我们演讲，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刘若雨刘老师，谢谢。谢谢刘老师，也谢谢洪主任，还有各位同学，还有可能也许在座也有一些老师，那么大家好，我是刘若雨。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你们在看这个影片哈，我因为就是他们制作完了这个影片，我们自己并没有看过这个版本，我刚才发现他们拍的不错的。那么尤其是看到里面有一些我们在云角的片段，那个云角的片段之后我们做的，你们刚看到的有一个作品叫空灵山峰，那就是因为去年幽人神谷去云角全台湾我们走了50天，然后在那是从3月23号走到5月11号母亲节那天，然后花了50天走完全台湾1200公里，然后用徒步的，对不对？然后呢晚上还表演了33场的表演，所以这个很就是说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在内在有很大的一种影响的这样子一个活动之后，我们做了空灵山峰。然后我就看到团员们在空灵山峰里面那个脚在走路，我自己就眼泪掉下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就是那个感动我就马上掉，因为太深刻，因为是走了1200多公里之后才能够在舞台上面安静稳定的把那个脚步走稳。所以如果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背后来自的这个状况，我想可能会觉得说台上的这些人他们走路的方法好像很缓慢，步调很缓慢，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体会那个不止缓慢而已，
他的那个脚步曾因为1200公里之后那个沉稳下来沉下去的力量是很不相同的。那么我就从这个地方来跟同学们分享，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悠人神谷这个团体，我们一路走来的是心路历程是什么，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在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表演艺术团体叫做兰陵剧坊。好，最近要兰陵30了，也许有在座的同学们知道，就是五月的时候，5月9号10号在国家戏剧院，然后兰陵要复出演出他当年非常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作品叫《合珠新配》，我是当初的第一个合珠。所以呢，你看这么多年，那时候刚学校还我学校还没有毕业，我就加入了兰陵。在兰陵4年，我就到纽约去念书，我就选择了去念戏剧表演，专门攻表演。那么，为什么会去纽约念书？也因为当时这个《合珠新配》，因为我的对手是李国修，你们可能知道嘛，哈，这个屏风表演班的负责人李国修，还有李天柱，当然还有导演是金世杰。那么这些当初在兰陵一起在演出的年轻人呢，那么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尤其像李国修非常会演戏，他也是文艺奖的第一届戏剧类的表演艺术类的得主，这样那就非常，我觉得他那个喜剧真的是天才。我就觉得说这个演戏其实应该是一个可以深入去研究的事，所以我就带着一个希望能够将表演作为一个学问来研究的心态，我就离开了兰陵的这些朋友，到纽约大学去念专攻表演。其实到了纽约这个人文荟萃的都市，有很多事情在那边都会发生的，而我也很有趣的就说在那边遇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我遇到了一个当时也在念纽约大学的一个朋友，他念的是导演电影导演组，你们猜猜看是谁？对，李安。所以李安的那时候我们都在纽约，其实那时候除了李安之外，罗曼菲你们也知道的，平衡也曾经是两厅院的那个总监。那么我们像曼菲跟平衡我们都是住在一块儿的，好，那时候就都跟李安我们大家都常在一起。那后来李安拍了他的毕业制作，有一个他的实验电影叫做 Fine Line， 好像中文翻译成分界线。那个作品他就是请我演那个他的戏里面的女主角，跟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演员，这个在台北电影图书馆里面有这个影片。所以那个时候在纽约呢，其实很有趣的就遇到了一些当时大家都很年轻，可是呢没想到原来都是这些人还真是不简单这样子。那么当然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尤其在那样子的环境，那个是有非常学到了非常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刺激。但是在我在纽约的第二年的时候，我遇到了纽约大学的老师请来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演。事实上呢，他已经不再真正从事戏剧导演的工作，而是在做人类学，尤其是源头性的，所谓叫做我们人类源头的，它叫做 Searching of Sources of Human Being， 这样子的一种研究跟训练。那么这个人叫做 Gutowski， 那今年教科文组织把今年列为 Gutowski 年，好，他已经过世了。那么他在剧场界是非常出名的，他的出名的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是一个谜，一个未知的，大家只知道就是说一听到 Gutowski 就是那个魔鬼训练这样子。那连西方人也是这么说的，听到说你曾经在 Gutowski 那边训练过，他就说哇，那你一定就是马上就觉得产生的那个佩服，就是说你是从他那个训练营出来的这样子。那么但是到底在训练什么，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的完全了解，而且也没有太多人敢去用自己的观点去诠释 Gutowski。
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那时候后来 Grotowski 到了意大利，我又再去找他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在介绍他的时候呢，他还说我现在引用 Grotowski 的言语里面没有我自己的见地，我只是直述他的语言。那么他也不敢就说 Grotowski 怎么样，他也不去真正的诠释，直接的陈述他的一个到底他说了些什么这样。那么所以到底在 Grotowski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营里面，我们在学什么？那个地点，那时候我在纽约大学念书，他就是来就是我们的老师就请他来，其实找他来的哈，有人可能知道，但是你们这些学科系的，你们这里的学科一定跟他无关的。有一个那个纽约大学的老师，他来过台湾至少两三次，他帮当代传奇导了《楼兰女》，叫做 Rachel Schechner， 啊，主任应该知道，那 Rachel 那个他Rachel Schechner 呢，他来，他当初就是他请 Grotowski 到纽约大学去，那么那天晚上要甄选团员的学生去，他只甄选了我记得是九个人啊，十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呢是从大概两三百个学生当中，他从晚上十点钟考到早上天亮，这个 audition 已经够特别了。他考试的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到纽约大学的某某教某某那个考试的会场去碰面，这个已经我们听起来就是我想说，哦，那时候我正要打瞌睡了，怎么会在那个时候 audition 这样子？确实没错，就是在那个时候考试考到天亮。然后呢，当然他考试有他一定的特殊的方法。那总之呢，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知道我很幸运的考上了。所以我就到了加州跟 Grotowski 工作，两个星期的训练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shock， 而让我决定赶快回纽约，把我纽约大学还没有完成的几个学分赶快修完，因为我好歹得跟我妈妈交爸爸妈妈交代一下，我总得拿到我的硕士学位吧，我就赶快把学分修完，然后就决定到加州长期跟 Grotowski 工作。所以到底这个 Grotowski 在做什么？我们在加州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牧场，那是加州尔湾大学，啊，就是 UC， 就是整个加州就像 UCLA 这种整个加州的那个大学系统里面的属于尔湾这个校区这个分校的牧场系。想想看，加州很大，美国就已经很大了，加州也很大，尤其加州南部一个牧场系就是一整座山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是用了他们把牧场系给 Grotowski 的那座山给他来作为一个他的训练的场地。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傍晚四点钟，不是早上八点九点，是傍晚四点钟到那个加州去跟他工作。而这四点钟还不一定，他有时候会在前一天跟你说是四点十五分。有的时候跟你说今天是五点十分要到那边去工作，他每一天离开，而且跟你说的时候呢，里面的人不是说哎，大家我们明天五点钟开始工作，不是，就有里面的助教就会到你耳朵，其中一个人在耳朵旁边说明天是五点十分，那个人就告诉隔壁的人五点十分，然后我们大概有将近除了我们去的人之外，还有他当地原来的人，那当然最后大概一直都是有将近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在那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以耳传耳的知道明天五点十分要到这里。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下课时老师说哎，大家明天四点钟集合哈，一定过一会儿有一半的学生哎，刚老师说什么，刚老师说几点，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耳朵告诉你下一个耳朵，你一定记得。所以我在那边工作一整年没有一个人迟到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没有一个人会迟到过这样子，好吧。总之他是在黄昏的时候大家必须抵达到那里，但是呢几点钟回去不知道，有的时候半夜十二点，有的时候半夜两点，有的时候天亮五点。所以也可想而知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难怪人家会说魔鬼训练，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做什么，就像他好像从告诉你的集合的时间
那么他一直在打破你惯性的原来的这种你已经认为的生活的方式，而从打破你这些惯性的你认为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他让一个人去觉知，去清醒。所以他常常说be conscious， 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你意识的清醒。那其实我们人并不是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意识是不清醒的，因为我们总是有这个脑袋嘛。可是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其实是不清醒的，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是惯性的，一个是呢就是说你头脑有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些联想，无意义的联想。那些琐碎的联想就是无意义 无意识的，所以呢他要你有意识的去知道你正在想什么。所以这些训练的方法，包括在山上的这样子的这些课程里面，它的基础来自于这个地方。那么到底做什么呢？包含到有一些是来自于海地，来自于非洲的，来自于印第安人的这些原生态民族的训练方法。那么这些方法里面，例如我们有一个训练，据他们说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训练方法，我们要在山林里面就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个阶段你可能要看到一棵树，然后呢看那棵树你可能不动，但是之后呢你就要跟着这个地形的改变，然后你要开始移动，好，然后之后呢你可能是要开始跟着这个你感受到的周遭的，包括风，包括整个状态，然后呢就要用奔跑的。所以就从你站着不动到你必须移动到你必须奔跑，可是都跟山的和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有关。所以我想这个跟来自于印第安人可能有一点道理。你们知道那个什么，有一个书叫唐璜的故事吧？啊，有人点头，对，他是 Castaneda 的，这个作者是从巴西，就是那种古森林里面，那种热带雨林里面的印第安人，这种老应该叫巫师吧，这种巫师他所传出来的一些这种古老人类的智慧的一种对人的训练方法。所以这个方法我们在山林里面跟着做，所以大概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Gutowski 他是在收集一些人类比较古老的一些仪式也好，或者是对人的启发的一种某种，就是说超越你现在头脑能够，就是能够设想而知的，你在课堂里面，在教室里面，从书本上的知识能够学到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训练，我们必须要在夜晚的时候，这个夜晚的时候，那么跟着前面的人在山林里面奔跑。你想想看，那不是操场，也不是公园，可是在山林里头，山林里面所出现的那个地形的变化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会突然有山洞，那个坑洞，有的时候呢会有很突出的一些树或者是各个的现象。那么那个时候我跟着前面的这些，因为他的被选上的一些人除了就是美国人之外，他喜欢跟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工作。那这些人里面当然就有很多，包括像巴厘岛人、韩国人，还有欧洲的我记得还有一个中亚的民族的一个什么人，就是当然也有美国人。那么这些人个头都很大，还有像哥伦比亚啊，那跟着他们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走，他说叫做 fast walk， 快走，其实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一个快跑这样子。可是这个跑的时候呢，有一次跑到就是第一次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跟着他们这样子走到一个阶段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我就开始跟不上，就拼命的跟。跟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有个山坡，那个山坡呢他跑上去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吃力，可是我还是拼命的跟了上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哎，怎么又回来又遇到一个山坡，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刚刚那个山坡，我就想既然他会绕回这个山坡，等一下应该还会再绕回这个山坡，我就决定我停一下等他们一下好了。结果这个一停我发现我错了，我就突然间发现到，因为加州的牧场我刚刚已经说了很大，他们一跑走之后瞬间就消失在那个黑暗里面，我就一看哇，就是完全的黑暗。
在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长这么大，你想想看我们成长的方式，这种念书的方法，尤其是女孩子，你什么时候会一个人完全置身在一个人身边空旷一片的一个黑暗里头？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间产生产生一种恐惧，因为完全没有人。而你再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就等我不知道等了多久。我曾经看过很远的有个地方有一种东西，这样子像风一样唰一下过去，那就不知道是因为那个牧场里面还有鹿嘛，还有一些动物，可是虽然没有狮子老虎，可是至少有鹿，然后有一些兔子，有一些还有蛇，这样转身就看到那个风一样的东西啪一下不见了，追也不可能，更不可能追上了。好，可能是他们，但是呢就从此不见了。我就这样，会不会再回来，会不会再回来？我想我大概等了约莫两个小时，我想完了，我还是自己摸回去吧。就看到那个很远很远的那个屋子的星光，然后就在那个找不到路的草丛里面，就再找回去这样子。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他们当然都已经到了啊，他们在那边就是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我看他们都安静的坐在那边休息，哎，我就想，哇，真的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放弃嘛，也很奇怪，也从来没有人放弃过。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这样子，好吧。第二次 Grotowski 又要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他就没有叫到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说，哎呀，完了，他如果没有叫到我，可能从此这个训练就没有我了这样子。我就主动去跟 Grotowski 说，我说我想参加这个 fast walk 的训练。他说 Are you sure? 我说就是 you can do it. 我说 Yes, I can do it. 我想说我一定要说我可以做，好吧。我们又出去了，又开始这样，晚上又开始这样子跑，又跑到那种山坡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拼了我的全部的那个力气哈，真的就是跟上了那个队伍，跑了大概将近有快一个小时，在那山林里面，那个山林里面奔跑啊，他用的方法是你必须盯住前面人的那个后脑勺，不可以看地上的，你只要一看地上你就来不及，前面人就像风一样不见了。所以这就是某种像印第安人啊。我曾经有一次跟在那个花莲的时候，跟那个有一个原住民叫做拉黑子，拉黑子是一个雕刻家。那时候他带我们去溯溪，他就是溯到那个溪上，就是他说你要从这个地方要到那地方去，你一定必须，因为那个溪里面的石头距离有的时候很大嘛，你就瞬间轻轻的碰触到那个墙壁，要到那个石头上面去。然后他就这样子啪一下就过去之后，我们就开始跟过去。第二个一砍上去的时候，就看到墙壁上的土唰一下整个垮下来了，就是你那个湿的力度不一样，所以你完全不能够去管那个墙壁是什么的，你就是心在前面那个石头，所以你触到它，你的心已经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在那个山上的训练就这样，你如果一低头看到坑洞，你心中想要产生我要越过坑洞的念头，其实你已经慢了，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那个信念出现，而你只有跟着前面人走。所以你即使轻轻碰触到地上的那个边缘，或者是怎样的小石头或怎么样，你的整个人生的重量不会放上去，你就已经越过去了那样子危险的地方。哇，那一次跑下来，跑到我真的觉得说我终身没有这么累过这样子，你知道，真的是拼了命，我就一定跟亦步亦趋的就跟着他们跑完。跑到回来之后，我们的那个牧场，我们是用他们的谷仓嘛，改变了一个谷仓在工作。然后就谷仓外面有个栅栏，矮矮的那种栅栏，那栅栏离谷仓还有大概500公尺这样。我一过了那个栅栏，一走回去，大家就完全放松了嘛，就是各自走各自。哗一下，我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说，我觉得我好委屈哟，我长这么大，我没有这么累过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哭，然后他们就走回去，然后慢慢一个个走回去之后，走到谷仓的休息区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全身大汗，就安静的又坐下去坐着。我就突然觉得好丢脸哦，又是一样，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在心中都经过了这个过程，可是呢，每个人都觉得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历练，其实你不需要委屈，你也不需要可怜自己，因为你过了，你安静地坐下来，你正在品味自己经过的内在经过的这些事情。那时候就觉得啊，好吧，
然后就赶快自己把眼泪擦干，安静的坐下来，哎，就发现你心中有一个力量升起，它就是有一种有信心的力量，它就是一个让你自己觉得说，哦，其实刚刚那件事情是非常棒的事，你就开始去回味，就觉得你的身体经过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被洗涤的过程，就是过了。那么像你们刚刚看到的云脚，你们想想看，讲起来你说悠人神谷走了1200公里，那么每天演出33场，我三句话就讲完了，中间到底怎么走的，要回想起来不可思议。我有一天，因为我其实就我的工作的忙碌的状况和我的年纪，当然团员们可能年轻一点，那么可是我今天我已经过半百的人了，你知道，真的是过半百。然后呢，那么忙碌的工作，在踏出去这样走路之后，只有一个方法，抛掉你所有的这些杂念，做什么呢？眼睛心念看着脚底，就是看着你自己脚一步一步在走的这个脚。那么当然，那么先人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行者，这些师父们，他们称这个叫做活在当下。我们不管他这个名词是什么，你反正是注意你的脚吧，这件事情很直接清楚。可是就这样，我走完了1200公里。我有一天就是跟着团员的速度完全没有落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跟着走。有一天走到高雄的时候，在经过高雄的那个有一个地下道，因为地下道为了要排水，它的排水沟的洞有这么大，一般的地方都很小嘛。可是这么大的话，我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让我的那个，我是用照着一个很透明的一个沙，可是呢，让我的心念注意自己的内在，然后呢，让余光跟着前面的人在走，其实就是从果陶行这个训练来，就你就是盯着前面的人，可是呢，你不要去注意自己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在意，你就会累，好吧？可是那个洞实在太大了，我的脚就卡在那个洞里面，因为有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刚好卡进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把那个纱布拿起来，把那个罩的纱拿起来，就盯着这个洞在看，我就怕自己掉到那个洞里面，我就盯着这个澡看看，因为它隔几步就是一个这种排水沟，隔几步就是排水沟。结果我就走不到几步，真的走不到10公尺，就整个人步履狼仓，就啪就摔下去了。然后刚好就是阿丹，就是黄老师在后面嘛，哎，你怎么走成这个样子？赶快把我抓起来！那时候已经摔下去这样，然后工作人员也很担心，他们在地下道的口赶快打电话，就叫到前门，在门口说，在地下道口说，刘老师要不要上车？要不要上车？然后呢，我就说不用不用，因为什么？团员已经咻一下就超前，就已经离得很远了。然后我看着团员走了，就将近已经很远的影子的时候，我也没看，我说不用不用。他们说要不要有没有包扎，有没有流血？我说先不要跟我讲话，我要继续走这样子。然后我就把那个纱布放下来，就看着远远的团员，然后就这样子走下去。然后当团员们大概再走了大概将近也是差不多将近40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跟团员同时抵达。那个人的 energy 就在你回到脚下的时候，那身体的力量就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身体其实我如果不去注意我的脚，我根本一步都迈不出去。就是身体的状况已经是到，也就是说自己本身的身体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可是这是来自于什么？你说来自于意志力吗？来自于就是我只是一个意愿要走。那么可是这个状态，你怎么样，你的意志力，你的体力总有消耗的一天。可是我们来自于那个你去让你自己的念头回到那个脚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回到足下，它原来就有源源不绝的力气可以协助你走完这整趟的旅程。所以这是一个谜，而这个谜也就像当年在 Gotthaus 那边训练一样，到底他在教我们什么？他为什么说 being conscious， 我们要回到这个觉知，回到这个了解，回到你的内在清楚的明白。看起来是一个谜，可其实它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不让我们的头脑，纷乱的头脑在这个杂念当中一直带着你在走的时候，
你回到一个清楚明白的当下，那其实人生的生命就不一样。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想给你们，我不知道刚刚影片里面有没有播到，但是我想应该不太容易，是因为 Discovery 曾经来台湾，那选了台湾的几个特别的特殊的代表性的团体，然后呢介绍给世界的人。那么这时候我们山上的一些生活就他们就拍了一些我们在山上的生活跟训练的状况。我想同学们看一点影片也可以清醒一下，这样。好，来，我再给你们看一段影片，这个影片比较短，我们请同学帮忙放一下。The locals know it as Isla Formosa, a beautiful island. It is one of Asia's little dragon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这个地方充满人情味。这个地方美，就是美。它有真多迄个机会，有真多可能性。It's my own paradise. 一个这么小的岛，保存了那么多的文化。The secret to this island's wealth of history, tradition, and culture lies in the endearing spirit of its people. Join us as we journey with a group of unique individuals to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is island's complex and fast-changing society. Little known outside Asia, it's an island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So, where is this place? Taiwan! Taiwan. Taiwan?台湾。The Taipei 101.As of 2004, the world's tallest building stands testament to Taiwan's newfound confidence. So astonishing is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that it's leapt from poverty to prosperity in less than 3 decades. Now, after waiting in the wings for years, Taiwan is all set to step onto the world stage. It's a territory steeped in Chinese tradition and one that is changing rapidly.Taiwan is home to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in the world, the biggest number of Mandarin pop stars in Asia, and in Taipei City, possibly the highest number of scooters per square kilometer in the world. Taiwan's economic success has seen the rise of a new breed of Taiwanese with the freedom to explore their culture.Not just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Far from the hectic pace of the city, some Taiwanese are discovering a quieter pace of life in the scenic mountains that fringe Taipei, the capital. Here they practice Tai Chi, martial arts, and strive for inner peace with meditation.我在印度也待了半年，我发现啊，原来我们不了解自己，甚至不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静坐是一种怎么让自己从一个虚幻的想象当中回到一个如实的真实的生活。生活就是好好的吃个饭，走个路，睡个觉，这些东西真真实实，给它给你一个很大的力量。Mountains are also home to the drumming monks of Yu Theater.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gongs and drums, Yu Theater has created a rhythmic modern spectacle that is an amalgam of the spiritual, the martial, and the musical. Yu Theater was established in 1988 by the once well-known Taiwanese actress Liu Ruo Yu.
他们会这样子的称呼我们 drumming monk， 是因为我们打坐的关系。就像说打坐跟打鼓哈，还有打拳，这三件事情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训练的方式。那当然，我们从武术跟打坐来打鼓的话，那事实上我们也就有点像这些出家人一样，从这个角度来开始从事我们的击鼓的艺术工作。武术它给一个人的身体一个活动的空间，怎么从手跟眼睛、你的腰腿之间，怎么达到一个和谐跟协调的警觉度，才回到内在，达到那个很有精神，达到有功力出来。我开始创优剧场的时候呢，我就决定先找到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生活，跟你在平地里面生活，跟你在 studio 里面训练，我觉得那个是很不相同的。所以这几件事情应该是，影响悠人神鼓最主要的元素。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如果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他待不下去，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咖啡厅，也没有电影院，也没有霓虹灯。又没有好听的流行音乐，所以他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每天听什么？虫声、鸟叫声、风声、月亮、阳光。With acclaimed overseas performances, U Theatre's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ways for a modern audience has put Taiwan on the world cultural map.台湾这个环境，它本身除了当地的原住民之外，它还是一个移民的文化。悠人神鼓是在这个文化当中所出现的一个自己的文化，它不仅仅只属于就是说台湾，它似乎属于这个大中国地区或者大的这个亚洲地区里面的某一种，就是东方人的力量这样子。那可这个东方人的力量，我觉得它就是台湾的。这么小的岛保存了那么多的文化，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它的包容力。我觉得它的精神像一个海绵体。对台湾人来说，我们一个台湾人他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你很会找到空间。这个样的状态，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运用这个时代来创造自己，给这个时代它的力量。Amidst the tides of change,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Taiwanese, and it's become this man's personal quest to ensure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re not lost. 七八岁的时候，阿都是艰苦噶。一顿吃完，唔知第二顿别顿，伊咧行动。因为他是介绍台湾很多个就是代表性的一些艺术家跟那个表演者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好是第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就放到这边。先放那个好，下一句好。刚刚你们在影片的时候呢，看到就是除了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黄老师，黄志群老师。好，那么。就是在介绍悠人神鼓。那基本上悠人神鼓是我跟黄老师我们两个共同在带领这个团体。那虽然团本身是我创的，也就是我创的时候叫悠剧团、悠剧场，然后过了五年之后，我邀黄志群老师来教我们击鼓。那么从我从加州就是从古川那边回来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要透过大自然，好，来去，就说因为原来在加州是用大自然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回来之后呢，我就在台北近郊找到了就是现在那个我们在悠人神鼓的那个基础的地方，在老泉里的那个山上。那么可是那个时候呢，跟当时的一些年轻的台北市的应该是说就是跟当时的一些年轻的团员工作，他们大多数都还是学生。附近的有台大的、有世新的、有政大的这些学生们，要现在放着，等一下下好了。这个，所以这个先切一下。
晓得他跑了。 OK， 好，那个时候呢，优的一个演出的状况，我一直想再从 Grotowski 的一些训练里面再去训练这些年轻人。那可是呢，那样子的严格的训练在台湾，我想我们是因为费了很大的心思，然后到美国去念书，然后遇到了国际级的大师。可是呢，台湾的年轻人这么辛苦的训练，其实有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的。不过那个时候有几个台几个剧团的一些年轻朋友们，那么至少他们也还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投入。像台北现在有个金枝演社的团长叫王荣玉，是当初的团员。还有一个是吴文翠，他是另外一个身体极致体能的那个，也是团长。那么还有可能还有个刘守耀，你们也不知，可能你们学的科系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在剧场界算是现在都还蛮重要的一些人。还有就是像现在国艺会的执行长江宗宏，也是我们当时的团员讲。那么那个时期呢，我就对台湾的民间的一些艺术想要从这些古老的仪式的这些事情里面去寻找到就是如何能够契合到 Grotowski 在寻找的东西，这样子。那么就想说，总之在古老的这些力量里面应该可以碰触得到的。那么可是就是在五年之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要学台湾民间的诗鼓，就邀了黄志群老师来教我们诗鼓。那黄老师因为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他是马来西亚金舞体育会，你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前一段时间，更早之前有一个电影叫《金舞门》，哈，所以这个金舞体育会就李小龙演的《金舞门》吧，这个总知道的。那么前一段时间演的霍元甲，霍元甲是当年就在上海创这个金舞体育会的创办人。那么霍元甲他希望融合多家各派的武术，然后呢能够发扬一个，就是从等于说不要再有门派旗舰的方式之下来发扬这个武术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在当时的上海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在就是武术界的一个领导的人这样。那可是在就是在就是国共战争之后，就是等于说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变迁之后呢，很多的中国人就也都逃亡到东南亚那一带。所以黄老师的师父是当年从上海劲舞体育会先到新加坡，后来到了马来西亚，就在他的家乡传承劲舞门的这个技术的。所以他是正宗劲舞门的弟子。那么说他从小打拳，然后呢也因为他们在那个体育会里面，他们也有一些像师鼓，就是广东人嘛，打师鼓，因为很多人都是广东人福建这一代人才会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一代。然后呢他就打传统的民间的广东师鼓，所以他11岁开始打鼓，也差不多也是开始练拳。所以这个击鼓跟练拳在幽人神鼓的这个传承里面是跟他有关的。可是呢他到了台湾来念神体，念完之后呢他就参加了舞蹈团，就是民族舞团，后来也在云门舞集。那么我们请他来教我们打鼓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从小他打鼓，他其实比较喜欢打鼓，他就决定要离开云门来加入优。所以就在他在离开云门来优的这个中间，他去了一趟印度，他想说我利用这个中间的空档我去印度旅行。好，我想我们台湾的同学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安全的长大，就是我们都是念书，尤其像你们能够在交大念书哦，我刚才在跟那个主任讲，恒主任讲，洪主任在做哈，你们真的一定要谢谢他。因为多年前他是新竹市文化中心的主任，那个时候呢他就邀请幽人神鼓到新竹市来做表演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认识，而我们就注意到哎，因为我是新竹人，我是在新竹，就是清大对，刚有跟你们讲在清大对面长大，所以那时候觉得哎，整个新竹开始氛围不一样，就整个新竹市的整个艺文的感觉很强。那么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新竹等于算因为跟着朝代的转变嘛，那么后来主任就不在文化局，但是之后呢就听说他在交大
但是呢，因为也没有机缘到交大来。可这一次来一看，哇，原来当年主任在新竹市所做的整个文化的推动都转到你们学校来了。所以其实交大现在的整个的艺文的气息和你们整个空间跟学校的活动，其实同学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潜移默化，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不能没有艺术。但是当然因为你们主修的科系的关系，因为交大是没有艺文科系的，所以在座的同学一定都是所谓的理科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学科。可是呢，艺术人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潜移默化的它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到我们心里的什么信心跟稳定性。那所以在所以我刚才说顺便我要跟同学就是也要恭喜一下同学，你们其实是进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好的学校这样。那么总之呢，就说在那个时候，那黄老师他去了印度，我刚问这个问题就是同学们可能从来不会想说，你可能一心想计划，我想去美国念书，我想去英国，好，我想去哪里去继续求学，但是可能在你的心中不会去印度。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她不是受到那个云门舞集，就是那个冒险旅行计划的一个奖助学金，她去了尼泊尔这一带，后来就回来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地方他们不是先进的国家，可是他们却有某种非常非常深刻的对我们生命影响的人文荟萃的某种力量。所以也许我在今天我们的这一席的相遇，我想你的人生可能有些人就一点点改变，你人生的规划里面就有一趟印度之旅这样。印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个时候黄老师呢，他就是我刚提说他离开，趁这个空档，然后就离开云门，在来优的时候去印度自助旅行。他到了 Varanasi 是你们知道就是恒河，好，就印度的那条从喜马拉雅山路一直流，然后就到了印度的这条几乎就是印度非常重要的贯穿的一条主要的河。那其实这条河流从喜马拉雅山路流下来，对于印度人来说，这条河的源头的圣山也是在喜马拉雅山顶，在那个地方，所以对他们来，对印度人，他们也要到西藏去寻找他们的圣山的。但是对于 Varanasi 这个地点来讲，恒河流经的这个所在是所有印度人他终身必须去的一次地方。在 Varanasi 的这个恒河边上有一个地方很特别，它是给让印度人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快要走了，然后呢你就请家人带你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附近的空的屋子里面等死，就等你要先到那个地方去等，因为有的地方距离很遥远，然后就等到你真的走的时候呢，家人的亲戚就把你放在一个木材上面，就在恒河边上，连那个木材连尸体一起烧掉剩下的那个骨头跟那个灰，就直接撒在那个恒河里面，就让它顺着那个河流就流下去。而且那个地方是我们去的那一带的上游，然后就这样流流流流到下游之后呢，就看有人在泡茶，他就挖了那个恒河的水烧滚的就泡茶，然后再更下游一点呢，就很多人裸身冲下去冲浴，就是净身这样子。不管然后女生可能就会穿着一些衣服，就那个他们的沙粒就这样跳下去，男生就拖着光光的就跳下去这样子。他就一定要去那边净身，跳进恒河里，整个人这样子头埋在水里面再上来。再更下游的时候呢，就有人在洗衣服，好，就看到那些人，包括附近很多的那些小旅馆，有很多的自助旅行者嘛，就在那边整批的被单啊什么就在那个恒河边上，那些印度的男生就拿着那些衣服在石头上打，就这样子洗衣服。所以那个景象就是从烧尸体到这样子，你就看到这个整个的恒河边上，那真的是一个生命的现象。黄老师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 Varanasi 的那个小镇旁边的一个小旅馆，他就坐在那边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一个印度人，他会讲英文，后来他知道是他在美国长大，然后又回归到印度这样。
那么这个人呢，原来是一个云游僧，他反正就是一个印度人，他就坐到他面前跟他说，哎，看他是一个外国人嘛，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年轻人你有没有曾经打坐过，直接这样子问。然后呢他就，哎，有人这样子聊天也蛮好，他一个人在自助旅行，他就说，有啊，我小时候打完拳，我刚不说他是金武门的弟子吗，打完拳回家，哎，他也很奇怪哈，十一二岁就回家天天打坐，他说他坐了两年，哈，就是每天回家就是这样，然后念那个阿弥陀佛，就在家里面这样子打坐，坐了两年，然后有一天他就说，哦，坐得很舒服，好像我的背后有一个大阿弥陀佛一样，那个人就这样子，好像行走怎么坐都觉得很舒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印度人就跟他说，嗯，我看起来啊，你看看，他就指着桌上的那个糖盒子，那糖盒子他就说，你只看见了这个糖盒子，里面的糖你还没有吃到呢。然后他那个黄老师就说，哇，一听起来这个人讲话就像一个高人呐，啊，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来攀援想要干什么，因为印度人很多人想要跟你要钱呐，啊，你知道印度啊，你进去之后有多少人就在那边说，就是故意要跟你认识，然后因为很多外国人嘛，他说，哎呦，这个讲起话来很不一样，还结果这个印度人就说，来，我带你去哪里？我带你去菩提迦叶，我教你打坐。那菩提迦叶是哪个地方？你们总听过释迦牟尼佛吧？释迦牟尼佛，你们听过他的故事的时候，不是悉达多太子吗？他不是到森林里面去苦修吗？苦修之后呢，然后他就过了那个泥莲禅河，然后在河边，因为他实在是饿到完全连过河的力量都没有，然后就牧羊女，他就跟牧喝了牧羊女的那个羊奶，有一点力气就过河了。过了河之后呢，他就坐到一棵菩提树下，坐了七天七夜，然后就看见什么？就看见他的前世所有的世代，然后他就完全开悟，从此他就开始转法轮。好，所以呢，这个菩提迦叶就是那个菩提树所在地，好，就是佛陀悟道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城市。而泥莲禅河现在还在，后来我们都去了印度，我们就真的穿过了那个河，因为那个河在不是雨季的时候是干的，到雨季的时候它就会满水，我们就走过那个泥莲禅河到对岸的苦修林去，然后里面当然我们没有走到很深的里面，可是呢就至少，哦，亲自踩到了那个森林这样子，然后呢就过了那个河回来，就到那个佛陀讲的那个菩提树跑到旁边去，至少去坐一下这样子。那么这个印度人就说，好，年轻人，我带你到菩提迦叶去，我教你打坐。这个师父呢就教了他两个星期。这个黄老师这个学体育的，他的英文呢半斤八两这样子，他说听不太懂他到底说什么，可是就听懂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听，外面的鸟在叫，可是你的脑袋在想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听见鸟在叫。我们从来不曾经注意我们身边有清脆的鸟在叫，因为我们内在太忙碌了，对不对？我们都一直在我们的内在里面的头脑，我们的头脑一直在想事情，想过去的事情，想未来的事情，好，或者是甚至于想现在的事，反正总之你就一直在忙碌的想。可是你亲身耳朵边有清脆的鸟叫声，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句话他听懂了啊，这就叫做，然后师父就说，你必须让你自己活在当下， live in this moment， 搞了半天就是活在当下这四个字。他就只听懂了这四个字之后呢，哦，好，我从现在开始我决定活在当下。哎，师父教了两个星期，好，时间到了，因为他那时候就还有一些其他的菩提迦叶的一些另外的一些当地人，他们就一起上课，上完课之后他就继续他的旅行啊，所以这个黄老师就走了，他就又继续回到 Varanasi，又遇到很多人在问他，开始攀援啦，就会跟他讲说，哎，你从哪里来呀，你怎么样，又是很多印度人会来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一直走，就这旁边问话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第一之前没有跟这个老师学过这个打坐之前，这个老人家问他，他就说，哦，我从台湾来，有时候说，哦，我从马来西亚来，哦，怎么样讲，就说怎么样，或者我从哪里来。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每天的时候都让自己觉知的活在当下，
然后呢，他就说奇怪，他们开始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想回答，他就说不出来自己从哪里来。然后他就又回到 Varanasi， 就再去看那个烧尸体。他看着这个烧尸体，突然间就觉得说，有一天我会跟这些尸体一样，就是这样子烧成灰烬，丢到河里。可是我这一生来到底要做什么？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什么叫做活在当下？我若活在当下，我的人生会怎么样？这样很多的一些问题开始不断的出现。他就想，不行，我得把这个事弄清楚。他就又回去，好，就是人家问他你从哪里，他不是不想讲吗？那个时候还有一次，他说有一个人一直问他你从哪里，他不想讲的时候，那个人以为他是瞧不起他，差一点要打他。就他就觉得说，好，我还是既然这个状态这么，就是自己的内在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状况，他就决定回到菩提迦叶去找师父，想再跟师父弄清楚。哎，可是师父说他不教了，他就说已经我该讲的我讲，其实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你感受到的没错，就是活在当下。那怎么办呢？那后面是你自己的事，师父不教了。其实从此之后哈，那个黄老师就没有再看过这个师父。他每次回印度又回到菩提迦叶，再问人家说有没有人见过他这个师父，大家都当地的一些之前一起上课的朋友都没有人再找过他，都没有人再见过他，他就走了这样子。好吧，那时候是那个 黄老师就说，那我就自己怎么样帮助我自己活在当下。他就留在菩提迦叶，开门，打开门，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开门，他就好，我知道的话我就打开门。如果我糊里糊涂出去了，哎，过去是哎，我刚怎么开门的，我没有注意到，他就回头来重开一次门再出去。然后去吃饭，十分钟的路，他就觉着自己的脚走到那边，就花了他一个小时。坐下来吃饭，一口一口的饭送进去，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可以吃完的饭，吃了两个小时，就这样子喝一杯咖啡，就这样。哦，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叫做活在当下，反正你就是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好了，就这样子很觉知的每一个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所有的动作。做到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大字躺下去，一根念头进来，他就醒了，就整个晚上无念，他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念头，看着自己的脑袋，一个念头进来他就醒了。好，然后呢看着他那个念头就走了，他就继续躺在那个地方到天亮。他就在印度待了半年，就这样半年之后，本来他是说去旅行一个月就要回来教我们打鼓，对不对？这一去了半年，然后呢还写信说我现在不能回去了，我如果回去的话，我整个感受到的这个东西就会不见了。他就决定要留在那边半年。那这半年之后他回来的时候，要来教我们打鼓的时候，我就一看这个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从云门每天举女生嘛，这个肌肉很大，然后呢瘦了整整10公斤。就是你就坐下来，因为很慢的吃饭大概也很难吃很多这样子，然后呢就整个人就瘦了10公斤，可是眼光炯炯有神。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跟当初的人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想到底是什么事情，他就说了这些故事。然后呢他就说就说要活在当下。我也是那个时候听他讲活在当下这个，可是呢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你们说我想到什么？有奖，我一定要送你们一片 CD。 好，什么讲的？好，总之你答对了。好，至少你已经讲到 Grotowski 的名字。他讲的 being conscious 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你就是要觉知你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时候我才把它连起来啊，这个古超市在那边搞了这么多的这些原生态民族的这些活动到底要干嘛这样子。然后原来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就是你坐下来觉知自己，你其实也可以不必坐下来，你走路也可以，就像阿丹师父吃饭也可以，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头脑不受你控制的纷乱的。哎，等一下记得他是谁哦，帮我记得一下，我请他们寄一片我们的 DVD 给你。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自己不要随着我们自己纷乱的念头在走，而让你自己可以觉知明白。所以你看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原来不管在西方，不管在东方，大家都在寻找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着他，这个年轻人他连坐之前，假设像我们很累的时候，你一定哦，就是家里尤其有沙发的，哇，就躺下去，对不对？回去看你们，你之后如果你去观察你自己的行为，啊，你就发现有时候你走路啪一下撞到桌角，可是其实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话，你的脚步迈得清楚，你不会慌乱的撞到桌角。然后呢，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通常一进家门，我就会沙发上就会一躺这样子，哎，你就发现，哎。为什么我常常习惯如此，这些惯性，然后你回来坐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从来好像我都不曾经看见我的身体，不曾经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那个时候在 Gotowski 的那边的时候， Gotowski 叫我们做一个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呢，他就是说你就是去找一首歌来做一个创作。然后呢，我就想我是来自于这个有文化的国家，对不对？因为他很喜欢跟有文化的人工作吧。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很棒的故事，叫做《庄周梦蝶》，啊，很棒吧，很有文化气息吧，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编了一个作品，然后编完之后，狗小姐看完之后，然后就直接说：“是谁在做梦？是你还是庄子？”然后这时候我一听，我就傻了，我不知道他问什么。这我做完这个作品，问题是我对庄周梦蝶的故事我也没有那么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也知道嘛，这个老子庄子这个太神秘了，对不对？这个对我们的经验范畴来说其实搞不太清楚的。哎，所以呢他在一问的时候我就问傻了，我就一句话不讲，我说哦好，我再去弄清楚这样子。就是他这一句话，到底谁在做梦？我是带着这个未完成的功课回台湾来做幽人神谷的，做幽剧场的，因为我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庄子讲的这个到底是我在，是庄子梦蝶，还是就是这个事情怎么一回事的，这个初衷，这古超市那边就埋下了这个种子，我就带了这个未完成的功课，然后就才回到台湾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黄志群，我说那你是怎么样，你是做了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么觉知的行为这样子。好，我就看到他站也好坐也好，那个人就跟之前不一样，就好像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然后呢他就说就是这个活在当下的这个禅坐。我说好，我们跟着你做。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先打鼓再打坐。所以你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你们刚刚看到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会有一些团员在那边打坐，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走路其实都是要回老，让回来，让这些年轻人回来一个生活上面觉知自己的状态。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加州的时候， Gotowski 有跟我们说过，他说一个真正的表演者就是像一个猎人一样，或者像战场上的战士。那为什么呢？或者甚至于他说像祭典里面的祭司，他们是，你想想看，一个猎人在森林里面，你可不可以哦，好像你跑到森林里面然后想要休息了，你就把你的这个什么弓箭一丢，然后就在那边躺在树下休息，可不可以？绝对不行。你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你还要假寐，对不对？你还不能够就说我就哗呼呼大睡，搞不好你身边就一只什么就来了一头豹，你搞不好你还没醒来的你的脚已经不见了这样。所以呢，这个一个猎人他走到森林里面，他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那么甚至他连走路都怎么样，他都不能够刷，就是很大量的走，很大辣辣的走，他就是要细步轻声。那么战场上的战士，你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一大意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他就是用这样子来形容一个表演者，你是要有保持这样的觉知的。我那时候不明白，我说为什么一个表演者要这么
生活的这么有压力这样子哈，就表演就上台演戏就好了。哎，就在这个黄志群带回来这个禅坐，活在当下的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跟着他做。然后我们就在那时候在我们山上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一天八个小时，我就跟着他这样子做，就做了三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做到我一走下来，看到那个我们山上那时候也是很简单的排练场，我脚往地下一踩，哇塞，什么时候地上有这么多蚂蚁啊？他就想，哎，有特殊原因吗？不是，每天都这样，我从来没看过地，没有注意到地上有蚂蚁，因为就是泥土地嘛，你更不会去管它，脚踩着就走。他走到旁边一棵树，就发现，哎，蹲下来一看，这棵树上，天哪，连一朵花上面就有20种不一样的昆虫。你从来不觉得，你只觉得哇，花好香哦，你就凑过去闻，然后就走了。没想到上面有20种昆虫在上面，每天都是这样。抬头一看云彩，哎，哇，天空的云彩怎么这么透彻？从来看见天空都觉得灰蓝蓝的一片，没有人去理它的。才发现你心中的细腻，你跟外在环境的觉知开始不一样，你开始去注意到你对整个的敏感度也开始不一样。原来这些敏感度从来不曾经消失，可是因为我们头脑很忙碌，因为我们都在想啊、哦，明天要考试，其实明明是明天考试，你现在这么担心干嘛？你就读书就好了嘛，你就在那边说完了完了完了，明天要考试，我还没读。那个完了完了，明天要考试，我还没读的这几句话，对你的读书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只是心中在念完了完了完了，明天要考试，我还没读这样子。可是呢，这个时候我就崩一下摔倒了，完了，这下真完了。那去医院看书，去医院你更不能看书了。就是这样，我们的脑袋常常忙碌的不知道在干嘛。可是呢，真正你要去做那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它一样就可以完成。可是就是这些事情，我在想，哦，这个 Gutowski 或者是阿丹、啊、我们叫黄志群，团员们叫他阿丹师父了、啊、就是我刚讲的黄老师。这个阿丹到印度去，他遇到了他的这个师父，而我们都共同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不同的这个因缘碰到了不同相同的这个启发。而所以当阿丹回来说先打坐再打鼓，我就说好，一句话。所以呢，我就放下了前面幽人神鼓，那时候叫幽剧场，幽剧场所有的这个前面的这些包括 Gutowski 的训练我就全部放下，然后呢所有的戏剧性的演出通通暂停，就每天一棒。这个黄老师因为从小打狮鼓嘛，那个鼓打起来是非常棒咚咚咚咚，其实是很快的，你们都听过嘛。可那时候呢，因为他说要非常觉知的打，所以就不能够这么快的打。那怎么样呢？就一棒咚，就这样子。就在前面打坐打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招收新的团员，就来了有8个人，我们7个人，连我们两个一起，总共7个人。我们就决定全职的在山上工作，每天早上4个小时打坐，下午4个小时，咚，就这样，又敲了3个月。那么这个咚，哦，这件事情有时候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就这么安静。你看，在山上，你其实一个你要去学习一个打鼓，学任何一个技艺，你可以很快的做很绚丽的事情。就在这一棒一棒敲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幽人神鼓的作品又开始有新的变化，或者更丰富，或者跟怎么样的音乐结合，或者怎么样，都来自于这个源头，真的这样子很安静的蹦，这样子一棒一棒的打。然后呢，阿丹就说，千变万化不离当下一棒。所以其实幽人神鼓的这个活在当下，就是来自于这当下的一棒，觉知清楚的当下一棒。然后有一个电影，你们如果现在大概都要去录影店带早了吧，叫做《战鼓》。好，那个这是毕国志导演，他是毕国志，是他的妈妈比较出名，他的妈妈叫做林坡，这你们知道了，他是林坡跟金汉的儿子。好，所以
这个毕国志呢，他就在香港看了我们演出的《听海之心》，看完之后呢，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训练而使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就整个晚上看完表演之后就不讲话。那他那时候，现在是他老婆，那时候他女朋友就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呢、啊、你是干嘛？就整个人就一句话都不讲。他们到了一个朋友的聚会去，他也不说话，然后就回家。他就问他怎么样，他最后他就说，我要去台湾找他们。然后隔了一个礼拜他就到台湾来了，台湾来他就先认识我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来找我们。之后就认识之后呢，又过了一个月他又来台湾说，我想为你们拍一部电影。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着手写，就是从幽人神谷，然后杜撰一个香港年轻人到这边来的故事。那个就是房祖名演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房祖名是谁你们就知道吗？成龙的儿子，那个我们知道他是有这样的老爸，他那个儿子还真的是真的很聪明，可是还真的是跨过来一点点，大概就是小混混这样子，就是 一看到他就要打鼓啊，啪就躺在沙发上这样，就是你看到那个人就是这样。可是呢，跟我们打完鼓之后，跟我们在台东拍了一个月，那个人就我们一讲话他就竖起耳朵这样，你知道，就真的很不一样。包括李心洁，李心洁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李心洁你们知道吧，他也是那个金马奖影后。然后呢，他来拍的时候呢就很好奇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就他们被邀请拍这个电影呢，他们就非常的好奇。包括那个梁家辉，梁家辉就很懊恼说他不能来台湾跟我们住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是在香港的那个部分嘛。然后呢，那个李心洁呢，因为跟我们演战鼓，他后来回到马来西亚，他就去参加禅修营，他现在有在跟一个师父禅修。后来今年过年我们到回马来西亚的时候，看到马来西亚的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哎呀，还真的有所影响这样子。真的，你看像这样子忙碌，这么在这样子的一种 场合里面的电影，这么重要的电影明星，他也让他的心回到这个内在的这个地方去，很难得这样。那李心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那么所以你们就知道，好，因为黄老师在印度的这个，所以要开始计划了哈，有生要去一趟印度。那么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地方这样子。那么所以因此幽人神谷就有了所谓的先打坐再打鼓这样子的训练方式。而这个训练方式，当然这两者之外，帮助了我们这些人内在的沉淀。那同时我也发现，像我这样的年纪，我37岁开始学打鼓，这个终身没有碰过音乐，37岁开始学打鼓，这个也是有一次我在屏东遇到那个陈胜福，就是明华园的那个陈胜福的弟弟，他就说，我们最佩服你了，你竟然真的跟他们一起打耶。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年纪竟然可以把这个技艺学到手上，其实如果没有那个禅坐的经验，真的不可能。我们有一些想来考团员的人，我们的团员的年龄不可以超过28岁，过了28岁哈，他好像来学怎么学都，就是那个脑袋好像已经卡住了这样子。可是呢，有一次有一个武术老师，他已经是33岁了，他的武术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子。我们就想说，这个身体这么棒，这个就应该要收他这样子。好，就开始就收了他。那个鼓点怎么打都打不起来，最后他还是回去教武术。就是那个节奏，就是学音乐哈，真的要从小学。我们到后来，我们的头脑太忙碌，事实上你在年纪很大学音乐是非常吃力的。那当然学身体也很吃力，可是音乐你万万想不到，到了年纪很大，原来学音乐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好吧？所以呢，这个打坐帮助了我们打鼓。那么当然再加上黄老师是小时候练武术的，所以呢我们就又再加上了武术的训练。所以这时候幽人神谷就有三个特殊的训练，头一个字都有打。那我再有奖征答一次，是哪三打？好，你说
对，打坐、打鼓、打拳。好了，你等一下再给我名字，你们两个一人寄送你们音乐 CD、DVD 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就无意之间，我们就发现，哎，原来这个我们就渐渐以这三个事情为基础。那当然，又是因为我们在木栅的山上做训练，你们刚刚都看见了我们的这个山。好，我现在要利用一点点，我们是到3:20哦，我要利用一点点时间给你们看我们下面这个影片。好，因为这个影片是演听海之心，我想你们看一下，也看到我们团员在山上的生活这样子。好，到时候是说握马是吗？你吃奶的力气把它消掉，
那最后告诉同学们，其实从那个山上，在那个黑暗里面的，在加州古超斯基山上那个黑暗中间，因为放弃而内在的恐惧而了解自己，和阿丹师父在印度，然后因为那个印度人说的那个糖盒子，就从这些点滴的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些因缘，小的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么多年，就像你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因为让团员们在山上沉淀，五年之后开始打鼓，五年之后我们受邀透过文教会的安排，那时候是派了8个团体到法国的亚维农艺术节去演出，而在那次艺术节演完之后，法国世界报说，因为每一次亚维农大大小小的节目，大型正式的演出大约200多个，可是呢小的节目加起来就有2000多个，有的街头的，有的小的剧场的，他们说传说亚维农艺术节在1998年那一年最好的节目就是来自台湾的幽人神鼓，就是 U Theater 的演出的听海之心，而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受到世界各地的邀请，从法国到法国所有的这几个城市之外，英国、德国、比利时、挪威、莫斯科，然后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然后美国，当然不用讲了，美国就是全部的城市，那亚洲就像这些新加坡、香港、菲律宾这些，那么不瞒你们讲，我们刚从以色列回来，这些你在你终身你都不会去到过的城市，我们去拜访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暑假的时候要去爱沙尼亚，从奇怪的国家这样子，因为欧洲人就会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那我们的这是我们去表演过的地方，那加起来一个听海之心全世界就将近跑了140个城市，然后我们的团员除了阿丹师父去印度，我们当然也要去啦，所以呢我们之后
就让团员们也去自助旅行，一样的，他们就自己背着行囊到印度去，待一个月、两个月。我们也曾经除了在台湾云脚之外，我们也让所有的团员去西藏云脚。我们曾经爬到5000公尺的高山，带着他们在西藏转冈底斯山。所以一个艺术家的脚步看起来在舞台上那刹那的几分钟，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也真的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换来的经验，而这些换来的经验才促成了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刹那，将我们内在的体悟、我们生命的经验训练的这些成果在那刹那之中呈现出来。所以我说，你看见空灵山峰的团员们一步一步的脚在走，那个脚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所以他才能够清楚的在舞台上踩下那一步，让你觉得是稳定的脚。好，我想我就讲到这边。那好像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实也应该让同学们提一些问题的，不过好像这样子，好，问一个问题好了，好不好？因为实在应该给你们一点时间，那就一个问题。好，请说，赶快抢到机会。只有一个问题，我很怕我的问题不够好。没有问题。那就是刚才我在一开始的影片当中有看到，就是在流水的那一段，那里面有个人，他提说是在怀孕的状态之下，然后拼了命的去打鼓。那我很好奇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信念让你觉得说这样子的状态下是很 OK， 然后没有问题的？哦，好，没问题。你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你需要了解的事情。其实应该是说我在怀孕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山上的训练，可是呢，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怀孕，所以才会在山上跑啊、跳啊这些的。但是后来知道的时候，其实不太敢乱动了。不过，关于流水这个故事呢，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阿丹师傅就是他是就是我们结婚嘛，那他是要第一次做爸爸，所以呢，他觉得那个时候的生命状态是一个未知的，从来没有做过父亲的人，当你第一次觉得说你终身会有个很不一样的生命状态，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山上本来没有要排流，本来没有流水这个曲子，那时候他就不晓得做什么，也没有觉得想要去创作的这个念头，他就带着团员，然后就这样一棒一棒的在敲，因为我们常常一棒一棒敲嘛，所以那流水的那个鼓曲啊，一开始是就是一个小鼓这样子，咚，然后就咚，然后就慢慢变成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是这样子，他就从这个声音开始，让他一点一点的多一点声音，再慢慢多一点声音。可是他不知道，原来在他的内在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来自于这个未知，他就没有去设想什么事，就让这个未知自然发生。可是结果，流水这个曲子，就是我们去亚维农的关键，是吧？就是因为亚维农艺术节的总监到台湾来，文静会安排他看很多的团体，他到我们山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看这首流水。那流水是一个20分钟的古曲，他看完之后，就从那个小水滴，我们通通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安静的坐着，可是那个声音就从这个水滴就慢慢慢慢扩大扩大，到后来就好像那个生命的转变一样，变成一个大海。所以那个艺术总监就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到了之后他就说，我很喜欢这个流水，可是你们不能去亚维农只演20分钟啊。所以我们因为流水就开始编作，我们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我们就编作海的意象，所以我们才决定演一个海的故事，才有所谓的冲岩、听海之心、海潮音这些段落的衍生，源头就是因为这一个未知的小水滴。所以并不是说知道自己怀孕了还
去打鼓或做什么。当然那个之后有打鼓，可是那其实对于节奏本身对于他人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还是不能够大跳大跑大跳。可是对于黄老师来讲，对他要初为人父而讲来讲，那个未知却使他编做了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流水。好了，那就谢谢你们了。好，